要欢迎呢，来自阿里山，阿里山的这个乐团，他们叫做 A 麦乐团，掌声鼓励。那 A 麦乐团呢，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学校，叫红人女中，哦，来自红人女中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是从昨天就来台东，然后就是为了今天的比赛，我以为是这样子。然后刚刚有问哈，啊，我说，啊，你们是为了比赛，所以前一天就到这里来吗？然后就说，嗯，其实是想要去看热气球，但爬不起来，所以还是没有看到，所以今天就专心比赛这样子。好，那来自阿里山的 A 麦乐团呢，全部都是周族的女子乐团，来自两个部落，一个是达邦部落。另外一个部落是三美部落，三美部落。那今天呢，已经有两组乐团吼，是来自阿里山吼，一个是605嘛，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 麦乐团，一个就是我们的 A 麦乐团。好，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刚刚有宣布嘛吼，我们这个抽签应该是抽完了。然后，我们抽签的这个次序呢，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次序呢，都在我们的蓝色的小屋子旁边，这边有一个布告墙，这个墙上面呢，有今天呢，我们所有不管是我们国中、高中的这个比赛乐团比赛的顺序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大专社青组今天晚上呢所有比赛的次序呢，都会在我们的蓝色小屋这边来公布。然后呢，待会在我们稍晚呢，今天他们是第几团？让我看一下 ，A 麦乐团呢是第十个参赛的乐团。接下来呢，第十一、十二团呢是 Sky 乐团以及呢 AJ 乐团，请准备。好，今天呢？哇，你看太阳呢已经慢慢的退到我们的山后面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旁边的还在我们旁边散步的朋友们，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铁花村里面呢，这边前面有非常多的好的座位，非常多好的位置后，来一起呢来欣赏今天呢我们的第四届分风乐团的这个音乐比赛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进行彩排喽。是的 ，A 麦乐团，让我们这里掌声鼓励，加尖叫，欢迎来自阿里山的 A 麦乐团！呜呼！我们第一首要带来的是我们的自创曲《故乡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家乡悠悠的蓝天涯，
谢。然后我们第二首要带来 Bad Boy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，我不问问你为什么，你不必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红的口红。 oh, oh, 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难道我曾经默默走漏，难道是我谢谢呢，来自我们阿里山、达邦部落还有三美部落的四位美善女带来的我们好听的两首歌曲，再次拍手，谢谢他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。